你怎么又搁大山了？哎，我喜欢你四年，你就来这儿住吧。这样不好吧？啊，不，李叔叔。算了，算了。是谁？我一会儿还有课，我先走了哈。哎，你看这个，那个张丽丽到底怎么样？她多好啊！你有没有点心动啊？ 过去很美好，等等我们过去吧。你还记得咱们俩第一次见面吗？你像我的一个朋友。你是找这本书吗？楼是灰色的，雨是灰色的，在一片死灰之中，等过两个孩子。阿甘吗？一个星火，一个单兵。你有病吧？你明明就是故意的。宋琪琪，我告诉你，白天根本就不喜欢你。我懂。啊？那我能最后问你一下吗？我明白了。